我们真正看到海星以前，对它们都有成见。目前有2000多种海星，大多数海星都有5只腕足。跟你们介绍这只怪兽，比起其他海星，它可是极速恶魔。向日葵海星的感觉与嗅觉，全靠15000只的管足。移动速度出奇的快，每小时60公尺。在慢动作的海底世界里，这种速度是相当可怕的。鸟格看起来一副好欺负的样子，直到它伸出强而有力的腹足。俗话说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